天狼星讯息，金融体系濒临巨大的变化。2015-03-25，天狼星讯息，金融体系濒临巨大的变化。2015-03-25，问候，我们来了，因为你们宝贵的地球母亲受到来自天堂所发送巨大能量震步履蹒跚。这股能量是必要的标志，天堂表示。这是为了让盖亚去解决光明当前所遇到的问题。目前，你们依然在伟大改变的边缘。事实上，这些变化是准备好要发生的一些事件的前奏。这些能量意味着会晴天霹雳地开始一场浩大的关键变化。你们的金融体系是这些变化的初始点。目前，一个新的以及更公平的银行系统的工具已被实现。目前正在测试的这些改变，到目前为止，成功仿佛已被保证。同时，许多保留旧系统的银行正被迫接受新的。在欧洲、非洲、亚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都遵守。你们全球更多这样的机构正落入这条更好的线路。我们期待更多银行创造一个真正奇妙的网络，使银行更有效率和更加公平地在全球范围内。这些变化最终会要求 NYSERDA 在北美地区被宣布。光的势力现在正在朝着这一目标运作。改变你们全球银行系统仅仅是一个世界性努力的开始。这会使得银行的工具是去帮助人类，而不是限制。多年来，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全球最大的银行和各种跨国合作伙伴进行了一场与人类的战争，以及寻求在你们之上的全球霸主的地位。这场计划和金钱的战争实际上结束了。他们已经失去所信奉的法定货币。煽动一种新型的全球货币的第一个步骤已经开始。这些变化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重置货币，最终会重新建立一个新的黄金标准。此外，有一套新标准的先行者在全世界让这些款项干净的交换。完全对你们负责的阴谋集团现在正在退场，其庞大的权力正从他身上夺走。你们正在看着作为曾经不可一世主要垄断的人物被逮捕以及免去职位。那些过去的内阁将改变他们过去的投票，让 NYSERDA 的比重被改变而执法。这种新的境界会成为优雅的过渡之一。你们会见证全球大赦年，看到这些新的治理披露的正式声明。这些正式的公告最后将允许我们来到你们的面前，并向你们公开声明我们的时程表。 Frank 祝这个时程表将会是第一次接触之后公开告诉大家将要进行的事。这是最后提升之前的准备事项以及必要的学习，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宣布一些初步降落的指示。我们需要让你们有个概念，到底有多少我们的侦察飞船预定在你们美丽的海岸登陆。我们的导师也要开始与你们进行一般的对话。很重要的是，我们会一起开始探讨你们真实的历史，有许多你们要知道的即兴炒作。你们在亚特兰提斯跌入了有限意识，必须在光中去看到在亚特兰提斯最后一个帝国发生了什么事情。甚至亚特兰提斯人他们当中彼此在这黑暗的政策中争论，争论着如何去反抗对持有不同政见者的惩罚。因此，这项政策已注定了这片土地的结果，并且带来对其彻底的毁灭。你们需要了解这段历史，在真正的光中去了解它。阴谋集团已经操纵你们太久了。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让你们对这一切的启发，并且为了你们返回全意识做好准备。我们许多的导师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在你们的扬声大师的帮助之下，彻底让你们为了全意识做好准备。
这神圣的过程首先是需要你们去摆脱许多错误的概念，那是由阿努纳奇给予你们，然后由他们的爪牙所重生的错误概念。现在的阴谋集团都知道这个故事的细节，过去几千年来，他们的祖先强迫这些虚假的信念，并利用他们来控制和操纵你们。事实上，你们都是自由的存有，在爱与光中致力于对光的神圣服务。这项服务借由大量亚特兰提斯的科学家和祭司的阴谋被打断。你们要在短期内恢复这项伟大的服务。我们有许多我们注定要一起完成的事情。我们欢迎你们重返伟大的星际国度。许多国家曾经是黑暗 Onkaran 帝国的一部分，在欢乐和期待中等待着你们对他们的神圣服务，事实上是所有的物理创造。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祝福，我们是你们的扬声大师。我们现在带来好消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看着我们的同事使用他们的法律和金融的专业知识，对垄断的阴谋集团去创建一个场景。所以他们各种秘密的方法并没有结束。无休止的障碍被黑暗势力放置在我们同事的道路上。然而，我们星际家人舰队的到达，最终导致了一个不一样的结论。这些来自太空的大使运用他们日益成长的地位，最后创建出一个定期发生的替代方法。突然，法官签署文件，并且执行特殊的诉讼。漫长的过程现在正在取得进展。正如天堂班几个预言所建议，结束了我们几千年之久的旅程。为了这个物理的境界，已经达到实现光之目标的开端。我们与他们在阿加森的联络员定期会面。人类最成功的计划，很快已初具规模。这个过程最初的开始会是缓慢的，并且聚集动力。这是实际情形。只有在这个千年的第一个十年的后期部分，我们才开始看到真正的进步。阴谋团开始了与我们的对话，感觉他们可能会容易的用王牌来取胜我们。感谢许多银河联邦的联络员。黑暗势力的这个想法开始失败。在第二个十年的开始，黑暗势力最初退出，并且切断所有谈判。一年后，他们被迫通过联络员重新去做考虑。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再次启动。结果依然就像以前许多次所遭遇的那样。这一次，会谈是由许多古代家族在热烈的同意和不断增长的力量下获得救援。黑暗势力被迫承认，他不再占上风。我们有幸借由这些事件正在产生。欢乐地与这些满有恩典的家人和这些神圣的星际大使保持互动。正如你们所能够猜测到的，亲爱的伊们，黑暗势力慢慢地开始加入我们许多的要求。这导致了我们现在的情况。这世界新的国家会聚集在一起，使用他们联合的力量，在联合主持下去打造一个最幸福的联盟。我们现在站在一个新境界的非常大门，等待着下一个快速转变正在落实到位的步骤。这黑暗势力的寡头政治在全球正摇晃不定，它将不再成为这世界的一切和最终的一切。它正被降为警示这一行动的板凳球员之一。我们祝福天堂，以及慷慨地感谢所有使用他们的权力和资源来帮助人类的人。我们依然充满光明，为着世界各地这一切所发生的事感到喜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天我们继续通知你们目前在全球各地发生的事情。
我们已制定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的一项决议。当我们天堂般的星际家人能够更接近我们的时间，我们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让我们致力于这次，让必要的变化使之成为可能。知道吗，亲爱的伊们？事实上，天堂无限的供应和无止境的繁荣是属于你们。就这样吧，合一，欢庆。天狼星人与你们在合一喜悦中。http://www.bao.com/sn03415.htm 来自天狼星的 Frank， 张贴者来自天狼星的 Frank 于下午3:35。